希望盡快生 B， 張家瑩盼生孖胎。亞姐冠軍張家瑩昨日就出席手袋發布會，佢曾經被診斷出子宮頸細胞病變，好彩早發現及早做手術並無大礙，但係而家就要每半年檢查一次。咁 Grace 呢個病會唔會影響生育㗎？我都好關心呢個問題，咁都要即係做好個準備咯。所以我都有 keep 住問醫生嘅，會唔會有影響啊？或者喺就算如果萬一我有 BB 嘅話啦，將來會唔會有困難呢？咁醫生話你唔好擔心呢啲嘢啦，即係你越係去諗咧，覺得自己係有嘢咧，就真係有嘢㗎啦。咁 Grace， 你有冇考慮過提早生 BB， 盡快搞掂啊？我想如果係嘅話咧，想即刻生孖胎添，想仲快啲啊，唔使搞兩次啊嘛，即係唔使重複又要托 BB 又要，我哋咁諗，咁所以遇啱嘅話，我都會嘅，係啦。咁當你遇到另一半，大家又係想生 B B 嘅話，會唔會打算未婚懷孕呢？唔係啊，但係如果一有咗 B B 咧，即係結咗生咗 B B 先至結婚咧，我驚身形會走樣。咁結婚一生人一次，我想影啲相靚啲咯，真係。係咁最好咧，就係結咗婚先生 B B 嘅，真係。但係如果有咗咯，咁冇辦法啦。